观众朋友，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中加对抗赛的第三场比赛，67公斤级的对抗。红方选手来自新武创新俱乐部的李欣，蓝方选手是加拿大的乔伊·杜拜尔。是，一上场这个胡子哥步伐非常灵活，但是呢，我们的李欣上去就一顿打。李欣是武林风擂台上的新人，他是2017年武林风65公斤级的新人王。对，最近有两场比赛，这个李欣遇到的状况是，第一场是在泰国站，对手老抱他，拳法没办法发挥。那在上一次呢，对上这个胡正有摇闪，所以他打不到。今天呢，对上这个胡子哥啊，我们的李欣是有备而来。我们再介绍一下胡子哥。胡子哥原来是打篮球的，后来发现身高不太够啊，转到泰拳来打。哦，身高1.75米。是。然后他的未婚妻也是在泰拳的加拿大泰拳队的，非常漂亮。好，那这一个蓝方胡子哥的一个腿法非常厉害，今天都还没开始用，所以李欣要小心点。对。哇，李欣今天的拳很重。哇，刚说完拳很重，突然来了一腿，也挺重。对，也非常重啊。看来真的是有备而来。对，那反倒是这个乔伊，他今天的腿法都还没开始用。可能是比赛刚刚开始，还需要一个过程。其实乔伊的360旋风腿啊，那些非常华丽的大招，还没有出。对，可能有点紧张，不敢用。对。走到边边了。李欣。然后今天的加拿大国家泰拳队，清一色跟说不研究对手，要相信自己。他们打业余赛打习惯了，都不研究对手了。好，这个刚刚我们的李欣的后摆做得不错啊，这个后摆拳。好，这个变线转侧踹。我们的乔伊·杜拜尔有步伐，但是没用，又被关到角落了。哎，李欣打得正顺啊。对。因为目前蓝方的拳跟腿都对李欣没有太大的威胁。对，哇，10秒。对。最后10秒。好，时间到。是。第一回合的表现，李欣给我们的感觉还是比较放松的。是啊。就是能够延续这种放松的状态去打的话，应该还可以，我觉得啊。那不知道呢，对手第二回合会不会开始跟我们的李欣玩内围了？对，河南卫视淘宝官方商城上线了，看武林风，打开手机淘宝搜索5+6，参与红蓝阵营竞猜，就有机会抽最高9999元的现金红包，帮你清空购物车，更多商城品质好货等你来选。从这个拳击场的加拿大的运动员看来，就是拳腿都有，但是呢，欠缺这个内围是他们技术的缺陷。尤其他们是泰拳运动员，这个内围的功力还没有很高，这以后对他们打泰拳赛是有很大的麻烦的。对。好，现在开始第二回合的比赛。那过去呢，李欣比较常打的是65公斤，那这一次打的是67。他说升2公斤没关系，不怕。现在我们的蓝方还是打得非常的紧张，对，他有点害怕我们的李欣，进不去啊，他教练叫他进内围，进不去。现在李欣是一直追着，是，
李欣的攻势太猛了，导致蓝方想做什么动作都做不出来，他只能躲。对，对，都怕了。因为这个运动员开始怕的话，这教练讲什么都没用了。对，他就是躲。那我们从这个角度看到李欣的眼神非常的坚定，步步紧逼。是。那回去的话，这个蓝方胡子哥啊，就是他们的实战要再加强一下，再打得再激烈一点、狠一点，对，才会在场上不会有这个怯战的心理出现。是。有这种心理对运动员的发挥会有很大的一个阻碍。是啊、哦，你不能怕。对，因为对手一定会强的，这是正常的，是好的事情而已。这个乔伊很想打这个攻守兼具的拳法出来，但用的可是和李欣一样打进去了。李欣刚刚给了一膝。哦，这个蓝方开始敢做上勾拳了哦。对。哦。哇。对。李欣都放过他，你再做上勾拳，我就扁你。对。果然，这个乔伊又开始被李欣打到东倒西歪了。是的。继续，继续压迫。那对手就靠一招推李欣来破坏李欣的攻击。哎，摇头。啊！连续两拳，但是李欣也付出了代价。对。这个医生可能要来一下。裁判应该有看到了，看到了。其实李欣是今天对他的拳法是非常的自信的。是。其实刚刚我们也有看到李欣的这个低扫，他腿法对也有效果。可是他在这段时间没有再使用，他觉得哎我的拳法也不错，对，可能也能够给对手一些伤害，所以他就加强了这个拳法的进攻。这是我们和加拿大的第四次对抗了。啊，所以我们的合作很愉快，每一次的比赛都非常的精彩。那这一次加拿大方来到郑州，他们也很多运动员应该是第一次来中国，是，他们都觉得这个中国很好，风景很好。走，李欣要小心了，因为对手呢，教练已经下达指令了，都追着李欣的伤口来打。好看中加对抗赛，支持喜欢的选手可以领10万现金红包，大家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到我们的比赛当中。到了角落，有点招架不住了。哦，这一拳，教练非常紧张，但是无济于事。好，第三回合。是，刚刚第二回合有一个小转折，就是李欣打了对方强毒的时候呢，李欣的受伤处理伤口，给对方一个休息的机会。第三回合上来，李欣加大力度，再度把我们的乔伊逼到角落了。感觉上有效果。加油！上下结合。哇，我看到李欣的眼神非常坚定了。
方想还手，但是呢，有点力不从心了。现在两个人是围着擂绳转，是边转边打。因为呢，这个我们的乔伊就是边逃边打，对，让李欣敦猛追。那令我非常讶异，今天我们的乔伊腿打完全没办法发挥，可能是这个李欣逼得太紧了。对。剩下一分半，李欣还行了，继续，不要放过对手，剩最后一分钟，哇，两个人在换拳了，李欣要小心，因为对方的后手的这个阿巴卡上勾拳也是很恐怖的，下巴门被对手敲到，对手还是有反手的力量，对，哇，这个打的还是真的是挺累的，是这个脚拽到另外一个脚，我就把最后力气拿出来了，对，好，还有最后的40多秒的时间，现在李欣都是重击，已经没什么组合了，就是重击啊。相信这个胡子哥也是喘到不行了，对，喘到心脏都快跳出来了。哦，这一拳现在冲打得好准啊！但感觉像这个第三回合胡子哥也是蛮坚强的，都没有打，很顽强。是，好，最后10秒，已经看一下，哇，有机会。两个人也都拼尽了全力，其实最让我们觉得敬佩的是胡子哥乔伊杜贝尔的这种顽强的意志力，其实我们能够明显感觉体能下滑得很厉害，可是他一直在坚持着。对，这个都是害怕的反应，从慢放可以看得很清楚。现在宣布比赛结果，1号裁判30比26，2号裁判30比26，3号裁判30比26，比赛结果